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现在早开了一点点，所以等一下其他的人来我的直播。现在来我直播的，就是来看我直播的人应该不多吧，因为今天是 Uni Sakura 的那个公演，所以大家应该都去看表演。Hello， 杜武。我今天的画质会不会不好？因为这是我用了以前的手机直播，我现在的手机没电。晚安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会说画质有点不好，就是很模糊。我今天就特意先擦一下下，然后再开播。然后我今天应该都不会讲太多话，因为我喉咙还开始有点不太舒服，就是开始痛这样子，所以就是未来两天还有公演都不想要影响到在公演的表现，那可能今天就不太会讲话吧。今天就先吃东西。买的这个好好吃，我刚刚有开吃了，但是那个鲭鱼好好吃，好会保重。而且这两天的公演好像都没有做满，今天就吃东西的直播，就这样子一边聊天。有啲喉痛，所以唔会讲好多嘢。睇我食嘢啦，就看我吃东西吧。吃播。Ticket TC。好的。今天感觉穿的比较跟平常不太一样，而且刘海塌下来。谢谢 Mio 的 love。开播。谢谢新人店长的 love。Hello 凡，谢谢冠文的玫瑰。他的嘎实，有吗？衣服好看。我觉得我今天那个现实动态不应该配那个音乐，应该配那个什么香港的歌。可恶，下一次了。谢凡，你真情告白。我的衣服看起来很厚，其实没有，它很薄，看到吗？它蛮薄的。
你全家都属国术有病是不是？突然说什么属啊？因为我是用那个 APP 拍的，然后 APP 里面有音乐，还是我把它删掉，我再重发。真是烦死了，属你的头啦！我把它删掉，烦死了，吵屁吵。然后重发。妖术哎，对啊，是城市里面的免费音乐，好烦啊！你全家都属于闭嘴，哦，翻你白眼，这妖术了，对啊，生气啊，好啦。那我只好选我喜欢的歌手的音乐了。啊，我觉得很好，可是你觉得很熟，那我只好删掉了。我真的是，不要因为你这样子讲，可是你已经讲了，你不要在那边。我自己开心就好，管我，我不想再看你的留言。我在重发。小薰的金话筒，在台湾唔懂，我在。其實我件衫唔厚咯，講真。還好啦，這不會很悶，我覺得還好。我在重发我的音乐。就是因为记国术。谢兰。开始旧的许愿瓶。因为写企鹅的枫叶。谢周的告白气球，对啊，我刚开，对啊，可是画质好像没有很不好，这好像还不错。全是的画面，我在一周一周三天。这是小薰的数位相机，唉，人生好难，
剪个影发个影片给你们福利，还要被呛，好熟哦，好棒哦！我真的希望他不要在我直播间留言了。对，我喉咙很痛，他在生气，我再次选择性看留言好了。阿华，他说陪我。骨头。他的樱桃猫。我在剪影片。我要重发我现实动态。Hello, Ming。不是啊，因为国树说我的音乐很熟，我最好重发了，很棒。我知道骨头。谢啦，你全家都熟到爆，耶、yeah ！真好，真好吃。现在朱莉安的好多枫叶。不是我在卡，我没有卡。
脚麻呀。哦，你才要吹风嘞。我手机不卡，我手机没有过热。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，醒来草屁海草，啊，上架中，有了。Hello， 海婷老师。Good evening, teacher. KT teacher. 好准。好，我去休息。吃播啊，龙波更年又攞奖啦，台北姑娘，台北不冷，我觉得不冷。Hello， 团。今天的喉咙不太好，所以我不太会讲话，感觉是快感冒。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。我们今天好像很少。
哋講嘢好有趣，所以我哈哈好搞笑咯。Hello， 流浪到屏東。明天公演加油好。啊，连续两天真的很要求，我真的很逃避这两天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觉得连续两天也太累了，你懂吗？一直在逃避，一直逃避啊！结果明天就要来了 ，Oh my god， 要来了。然后喉咙状态也不好，怎么办？我去年的小巨蛋的时候也是在感冒，我去年小巨蛋也是声音没办法出来，可是为了唱歌，我硬喊出来，很痛苦哎。还不是因为李梦辰，李梦辰那天他感冒，不是他已经感冒了，还在我们练习的时候疯狂打喷嚏。没有了，而且就是这几天换。就是换季嘛，换季也太可怕了，你懂吗？就是天气变凉，就会开始很多很多状况，就很容易生病，所以大家也要就是要注意身体健康 ，OK？ 啊，身体健康哦，哦，哎，我明天看到他。我就抢他的药吃，药给我，给我，我要吃，这样子。啊，受不了！好香啊！笑人笑人，怎么可能抢人家的药？我那天发了跟 Luffy 的合照，那有个粉丝留言说，你再发跟男生的合照我就退追你。哈，你问他我懂吗？没事啊，我只是今天喉咙不舒服而已，明天就没事好不好？你相信吗？你们相信吗？笑死了！这猫这乖小子好好看。我看到你，我也生气耶，国树。退追我，剪纸他，不要理他，对我不理他。
我也觉得这样不算是真的粉丝。央叔怎么会泡到我的脚 ？Oh my god！ 所以我刚刚这样子吃，你们都看到了。可恶！但合照会怎么办？就算我不发，你们还是会发吧。今天跟小弟合照啊，好开心啊！那我怎么去那个、啊？你怎么？杜小雪没怎样，对不对？晚熊，你最开明了。开明的大家，我喜欢。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可以注意到我在干嘛，而且那个什么平衡的颁奖还是什么的，他看到我的脚这样子，是我在这。哎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翻。啊，很棒！啊，很。啊，好笑，好棒！啊，说，那你给我，还是你说他的名字，然后我们发照片，然后 tag 他。好啊！笑死，他肯定气死了。我觉得很有趣，这样子会不会很坏？可是我觉得很有趣。气死他！虽然乐团的成员都很好，所以某一天我们突然就打开了我们的话盒子，是这样子说吗？突然就聊起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变很好，他很开心哎！谢谢乐团，也谢谢突然打开话题的我们。那他要退好几次，踢笑。想听有质感的音乐，给你们听有质感的音乐，不是这个广告。退那么多次也是他蛮闲的。
干嘛？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？我超问号的。我说哈，这个照片跟毕业有什么关联？哈，这是气笑嘞。我超喜欢看怪留言的啊，不是，我不喜欢看，你们不要给我留，我会气死，我超气的，对吧，人哥？我也很喜欢这个版本，这首歌真的很那个，你懂吗？就是你懂吗？应该是我。你朋友叫小飞侠是不是？你朋友也很强好不好？我快笑死了，我就是哈，所以小飞侠是我的粉丝吧？应该不是吧？他只是来闹而已，快笑死了。他的五音，是吗？没关系啊，看你朋友留言，我也觉得蛮有趣的。谁知道？我要听 Rocky 唱。那时候去唱歌听，小鼠磕骨头啦，笑死了小右。叫我向往，好吃，好吃啊！没什么不好吃的，除了青椒跟芹菜以外。他很专一啊，他不像你，人家不吹那口，你知道吗？人家不吹那口，你就是一个滴滴，然后也不吹那口，一直有很多很多
坏坏的想法。小脸，哟呼！那不对我。我来看我的直播，干嘛干嘛？博唔到。你看嘛，系咪呀？博唔到啦你，他说他没有反驳的，他没办法反驳我的话。你看，自信都崩解，我喉咙有点不舒服，我要喝蜂蜜柠檬柚子茶。好少，可以直接吃吧，这个柚子皮。记录2020年10月22号开封，开封有个包青天。哦，太好听了这首歌。Hello， 宽宽，看完了。又是新的，没有新的吧？你说新的什么？新的柚子茶？不会啊，太大罐了！如果下一次直播就是新的，我真的是要求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死定了。嗯，有播过。公演中怎么进来看直播啦？人能告诉我明天我是几点吗？好烦哦，为什么是七点？为什么那么晚？我本来以为是五点，五点就很爽，你懂吗？就可以早点回家睡觉，要求。可恶！啊，真的。听说，可是我不知道哎。我想喝牛奶，不要。
想喝柚子茶了，好浪费，我想喝水。没有打过气弹，高中的时候想去，家人觉得危险，所以都没有让我去，难过一波。可是我好想要打。阿环，去回答，哭哭猫。我还没有说，你就已经回了，太棒了，阿华。给你一个飞吻，虽然你不稀罕，稀罕，虽然你不稀罕我的飞吻，可是还是给你。嗯啊，谢谢阿华，真棒。紫茶好像会比较对喉咙比较好，哈哈哈哈，是的哈。绝美星体不可以碰，望向星空。看一下有什么歌可以听。美丽的人生其实都是平凡的小日子累积起来。每天我都用朝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呀、啊？摸一下小迪肚肚哦，好像蛮小的。哎嘿，欢迎躺着，哎，欢迎躺着，每次都是令人欲走不美。想着甜美，慢慢风风雨，用力把我的脸推背。让我这样痴痴流泪。OK 什么？谁？阿华去亲，阿华去亲在亲，我好像好喝，我好吃。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这首歌哪首歌？什么歌？小佑，请说。刚刚那首你说的那个什么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吗？所以你是因为，所以你是因为天气不晴朗才爱我吗？才，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那时的谣言。那这是个名哦，我看一下。理想混蛋，
破产。擦枪走火，擦擦。去整理一下垃圾。风仔的枫叶，丰年加油，好吧，吃肯德基好吧。谢谢母一的真情告白。我的牙齿有卡东西吗？看了落日一笑笑，谢谢你们。下的黑哟，那裤子好强啊！白，二
的玫瑰。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，就是、啊、之前我回家的时候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回家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在机场工作的那个员工跟弟弟，按错了，等一下，还我姜桃 ，OK， 然后那个他就是。对，他认得出来我是谁，然后说：“哎，谢谢你，就是我很谢谢他认得到我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，可以就是问他这样子。”然后超可爱的，就是他，我不是说他人还是什么的，就是他行为很可爱。他就在我的护照里面夹了一张纸条。然后就写了他的联络方式，然后就说如果你以后有什么就可以问我，然后你要买机票的时候你也可以跟我就是跟我说，然后我帮你买，这样就比较便宜。我就说啊，我就想说哇也太好了吧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想说这个 Good morning， 我觉得超可爱的这个行为，你懂吗？不是那一家的，是另外一家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一家，我是做另外一家航空公司，你不要误会，对。我没有做过强荣还是什么的，我没有做过，所以我不太知道。强荣是航空，是航空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伊法，回一下我家人的讯息 ，Why？ 一不 Why？ 超可爱的，我的那个瓦力的那个娃娃在我的家里，你看我手机 ，Why？
哇哇打字我有跟着音乐的节奏吗？我自己没有发现耶、欸、我这里被蚊子叮。Netflixy， 我在期待 Netflixy 给我唱歌。你录了吗？我在等你录哦，期待哦。我的头有，我知道我的头有。消失的国土，哎，不管 ，Netflix 已经答应我了，谢谢。哼，你应承过我噶，唔可以讲大话。太冷太冷，哦。我在等你的吻 You know I want it Yeah 这是一把有毒的剑，啊不是，再次，这是一把有毒的刀。怎么了，王兄？那梗图，那梗图啦。你们没看过吗？啊，红毅，红毅，红毅吉他，红毅啊，什么的？唐毅拍谁？大雨台北。
去拿那个，我去拿一下吉他。等一下，叫麻了，叫麻鸡。没有，是因为我刚想到，突然想到一个梗图，所以我才这样子。叫麻鸡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在弹什么？我换过啦，这个我换过了，如何？啊，我的 pick 在里面。叫麻吉是什么？我随便讲而已。Nice。前田大大。哎呀，你说的会换是哪一种会？这我会自己换，还是那个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观察着你，窥探着你，知道是令你遇到明媚，想抱着你，看晚风泛起，有美丽的我突然趣味，光线是你，哎，阿姐，光线是你。的人有忘掉世界咁样的地球上文文化之舟，小姐是可以。哎，根本这不是我的音啊，我根本没办法唱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是男生的歌。要求，难道？练习太耐，感觉都追不回来。走啦 ，Nako， 走啊你！系啊，直播啊，去睇佢啦！你都唔系推我嘅，你就系过嚟睇戏，唔知睇乜？睇戏，傻仔，嬲啊！我先回帶，回帶你個黐線佬先嚇，想人哋逆推你，你想得美嘅。想问
有冇175啊？冇175就唔好睇我直播啦，你。Yabuki Nako， 我是说那个粉丝的名字。他很过分耶，他刚直接说 Mina 直播，我要去看他。他没有讲这句，他是说，Mina 有直播耶，然后就说，你就走啊，你走，你去看他，不要看我，走，你走。谢谢社长的礼物。社长送我什么？看不到了啦。你看那个谁，这气死我了！对啊，我刚刚就是说，我就是跟他说，我不知道没有直播啊。谢谢社长的魔法书，然后，哦，那对谁？你说。你说敢不敢说？哼，找麻烦。他是说，Mina 有直播，麻掉了。等会儿，你看，开播了，开播了。等一下，他都不见了。谢谢 ，Hello 圆滚滚，明天会来吗？他是推勒吉的，他推勒吉。那什么假迪奇谁？不是啊，那名字是推迷。是想要那个谈什么？麻掉了，等会他对谁了？不知道哎，他自己又不说，这是圆滚滚的普通福袋哎，普通福袋哎，不行，我声音都没了。很痛，不要说。我都奋斗，我在奋斗。Never lucky， 谢谢圆滚滚的告白气球。他名字都已经是 Yabuki Nako， 不推是怎样？国叔，你是在讲废话吗？对对对，那 Ricky 说，数他不推谁，比数他推谁简单。对，放心，晚熊我没有看到，所以你没有讲废话。嘿嘿，晚熊不会讲废话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只有你讲废话。Thank you.
们普果小小福潘，你买这只瓜龟弟弟找到雷宾果啊，雷有宾果啊雷。我没有看过这个人呢、欸，是谁？你当雷还雷才用咩男名嘅嗰个人？我的那个呢？我的遥控。谢谢班长的新望应援棒。滴在水下才是高手，对。同胞。哦，海婷老师原来 ，OK。我咁贴顶都唔推我啦，搞错啊！哦。多想跟你捉紧此刻的美好，吻你的额头留几好，请相信爱可封印心底，用口语知道我与你的话。太高音了吧，太高音了，要数嘞。还买个雅布奇那口是推我的吗？甜品队，对，你好，我是显迪奇，你可以叫小迪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，你好你好。Cookie， 因为它是原唱，所以我就那个、啊、太高了啦。哎，再次。多想跟你捉紧此刻的美好，吻你的额头留几好，请相信爱可封印，用口语知道我与你相恋的感觉多好。传说的画面，或者也早已在身边。不行啊，太高。传说的画面太高，用好不行。传说的画，等一下。我想跟你做更自豪的美好，我你都有流浪的好，天生的我。说不要再用废话，用废讲话好不好？现在目前，记忆早已在身边，愿博到你笑将。无四四，无乱四，坐在咖啡店，待穿远古诗海的某一天，唯美的画面，你必通透远在天边，能够多爱你，不需要考察推算，怎么算？来让我营造你最爱的场面。视线只对你专心看一次，是把我遇见。哦。假使将我活埋深海的最底，我要选林子祥老师。你知道子祥，林子祥老师吗？他就是，他唱歌是有一点那种。就是以这首歌举例的嘛，他都会是他的唱腔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他是，确实的画面啊，
我只有早已在身边，遇不到你笑着乌托邦，永恒独占在目前，如盛世如乱世，坐在咖啡店，带着远古四海的某一点，待你来发现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比较不太一样，唱唱 OK， 就是，喂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我想一下，还有什么？他有什么歌？若旧有记忆，不可以用眼镜拍低，在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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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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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对，那是自己的特色。敢爱敢恨，我但愿他这不知道，不知道那什么歌啦。其实我很喜欢另外一首歌，叫做《特登》。特登，你知道特登吗？这是故意的意思。光阴不会后退，我只记得30624700，还有什么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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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怎么那么短？ I'm getting over. Oh, on and on. Oh, where you were when I'm gone. OK， 够了够了够了。咩？唔好再讲。啊 ！Why you use 什么？哇悠悠是什么意思？同 Donkey 同級，嗯？哇哇，我肯定知道终极一家的谁。OK OK， 我是终极一的一家，我去搜寻一下终极一家的那个什么角色名字，那怎么念？回去算没有看到那广告，我知道啦，好像有，他是电吉他吧？因为人为，我念呢，哎。看得懂啊，法都嗨嗨接有点不太那个欸，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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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是我春才慢了，爱你不来开口。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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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知不知道？滥用我的恻隐，当我越来越沉迷像毒瘾，外界很多传闻我不会唱，我每一首歌都是懂一点点。我想问最近香港流行什么歌啦？慢了开口，迟来没法挽留，来又内疚。站在我路，因为我中意睇笑话，会有人支持我啦。就是还是会有人帮我讲话，而且我朋友也会帮。其实好像没差，对，就是已经习惯了，已经觉得啊，就讲啊，反正就只有嘴巴讲而已，那还可以做什么？就他也没办法去，就那些人没办法去伤害我，没办法去攻击我。他最多就是啊，很喜欢讲就讲，就给你讲，你自己爽就好。对啊，就是觉得他们爽。就是喜欢骂我的话就骂吧，反正你不认识我，你又不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你都继续讲。我应该知道，反正就是有一个人系咁话咩 G 啊咩嗰啲，但我觉得佢最多咪留言，就系讲呢啲嘢，佢又未去到真系好攻击我，未去到 P 图去即系搞我嗰啲，我就觉得 OK 冇咩嘢。可是我觉得看大家的那些对我的想法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，就会觉得哦，毕竟你就是。如果你是粉丝，不好意思，如果你原本是我的粉丝，然后你有一天因为我做了某一件事情，然后你讨厌我的话，那我愿意去看为什么你会讨厌我，就是我会想知道原因，因为本来你就是你推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你就认识，你就了解我这个人，这样子，对。可是那些黑粉，所谓的黑粉，他们。一开始都没有推我，然后一来就是直接骂，直接攻击我，我就觉得，就是我会觉得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，也从来不知道我是一个怎样子的人，你就这样子去说我，我就会，哦，你反正你也没有到很了解我，你讲的我也可以不 care， 因为我知道你根本一开始都没有了解过我，那你就只是在那边骂而已，那你就开心，你就骂就好，就你开心就好。如果我的存在，就是可以让你开心，我很乐意，对，很乐意这样子。对啊，就至少就可以说是他有在留意我吧，对。就是说是我知道，黑粉至少是有在留意我。就觉得是蛮有趣的，讨厌我还要留意我，还要看我的东西，那你到底是不是因为已经离不开我了，对不对？已经离不开我了。啾咪，我已经出现在你的，我全在你深深的脑海里，你的梦里，你的到处都是我，已经没办法忘记我了。谢咯，嗨，小叶。结果黑粉就是比我的粉丝还要
还要喜欢我，还要关注我，我就觉得很意外。就是你干脆当我的粉丝吧，你就不要当我的黑粉了。OK， OK。主播黑粉为我而活，对，你是傲娇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惭愧你们？哼！你们不要变黑，突然变什么黑 ？Hello， 牧羊犬，最近还好吗？牧羊，汪汪，汪汪汪！我觉得其实现在我的这个直播好像画质有变好，是比以前还好。我觉得啦，吃的也比较好，对，没错。找到不喜欢我的理由，就可能是因为我的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我太可爱，谢谢，因为我太可爱了，讨厌我的人，我爱你们了。我是一个反应猛烈，可能不黑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太常讲广东话，然后就觉得，很常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，难过，拜托，是你不懂广东话好不好？闭嘴，阿香。Oh, just give me a reason, just a little bit enough, just a second when I broken just pass, and we can learn to love again. 啊。谢谢幼云，谢谢你向你的同学推广我。やぶきなこ。然后呢？啊，毕竟我们之前很久很久之前，啊不是，没有了，我只是开玩笑而已，我开玩笑，拍手拍手。如果刚刚的言语上让你们觉得不舒服，我可以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平常，我最近蛮喜欢讲广东话的，而且我有时候也是太呛了，我知道，我都很太呛了，最近不好意思哈。不一样啊！跟你说，国术就不一样啊。国术是你是应该被呛的，哈哈哈。我不知道啊，可是那种，比如像说，因为。其实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玩很开，因为以后就不会再见面了吧？对，或者是以后比较少见面，所以也会趁着毕业的时候去跟同学们拍照，跟一些比较没那么熟的人去拍照，然后我们那时候也会背来背去，你懂吗？就是玩很嗨，然后说哎、欸，我可以给你拍照吗？你拍照，
然后拍完之后，那我请别的朋友帮我们拍一张全身照，就是耶，就那就变成两个人一起拍啊，那就很容易被大家拿这张照片出来说话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没什么，我也不会很在意。什么可怕的事？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怕，我觉得不可怕，这没什么好不讲，你懂吗？如果我就怕去讲这种事情的话，那就代表我心虚啊。可是我不心虚，跟你说，那很其实很蛮自然的这种事情，就是，而是说拍照这个事情，对啊，我也有常，我也有把一个60几公斤、70几公斤的一个男生背起来啊，然后也有拍照啊，我也有那种 cable 嘛，怎么说，就坐在肩膀那种，对啊，我也有，就是我把我的好朋友们都有背起来拍照，然后我也请我的好朋友们把我背起来拍照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没什么，没什么好怕，没什么不好讲的。而且我觉得这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，你懂吗？这是我的人生，我的人生的一部分。至少我在高中时候我是很开心，而且就是而且没什么值得心虚的这种东西，很正常社交啊。这我不相信会有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跟异性讲过话，或者是跟异性当朋友这样子，我是觉得很，就是很傻眼。你们都没有跟女生拍过照吗？或者是异性，这，对啊，这样是没什么。对啊，本来就觉得还好。说我从来没有跟男生讲过话，从来没有跟男生当过朋友，那我就觉得，那我这个人的生活是不是有点问题，所以才不正常之类的？男校我就不知道了。无错 ，never kid， 你一系就冇人中意，一系就睇唔起人，一系就可能真系完全冇识过异性，我真系唔明白，会唔会真系有啲咁嘅人？人家说什么？女生都找人都拍照。最近我都会卷，赶快称赞我，赶快称赞我，来，进步很多。然后，这就是人生嘛，有点饱了，可是，好，最后，不吃了。吃。
之，给你这个五音，你看，嗯，你们那个也去试试看啊，超好吃的。而且高中都很多那种改图，好不好？我超多那种改图的照片。这个，买一罐这个，就买一个牛奶棒。林家謙，冇錯，係林家謙。超商也有賣，不過是另外一排的粉紅色的那一排，就是你去全家就會有賣，你們去找賣餅乾的，然後是一罐一罐的。先不能吃，先好了再吃。然后，我觉得更无聊的人就是，比如说，周可能就是推我的，然后别人的粉丝，就可能不喜欢我，然后就一直跟周说，小弟那里不好，小弟那里怎样怎样，小弟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。就是很想要离间，你懂吗？我跟你说，中了这种离间计的粉丝都是失去了也不会觉得很可惜，因为他们一开始虽然他是推你，可是他没有想过去相信你，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粉丝真的很烂，超烂。我跟你说，你是对我没有权利去阻止你去讲我的不好的事，可是我是觉得你这样也太没品了，所以这样没品的粉丝，就算你离开了，我也不会觉得很可惜。对，有，一定有。对不对，五一？因为我知道有这种人。所以我觉得，本来我们 TTP 的粉丝都已经没有很多，你还要搞这种事情，我真的是觉得，到底你的脑子在哪里的感觉？就是我们粉丝本来就没有很多啊，你这样子做，又就是对，嗯，除了是很没品以外，你还就是会让别人觉得，为什么这个团体的粉丝都这样子？为什么呢？然后就没有很想要加入，没有很想要喜欢我们这个团体。我真的，我觉得脑袋是个好东西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脑袋。有没有假？对。你自己说，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人？因为我就是知道有这种人，所以我才这样子说。我跟你们说，黑粉们，就是小迪是不会被你们这些没品没脑的黑粉打到的。OK， 虽然我是很
我算是蛮言上吧，就是我讲这种话蛮言上，可是我就是说小迪没你想那么废，小迪比你想象中还要强，只是小迪有时候会难过而已。笑死，就是我有时候会难过，对，可是我难过的不是因为你们，是因为别的事情，所以你千万不会误会，我从来不要把那些垃圾们放在眼里。还好没有遇过，那很棒啊。对，没有遇过的人真的是太好，就幸好你身边没有这种 rubbish, garbage and trash, OK? 哎、欸，我刚才不小心怒出，你出到我的镜头，要求感受到我的愤怒了吗？哈？哎，不错，你们。加薪。感受我的愤怒吧。我不知道要听什么歌，有推荐的歌吗？对啊，气死我了，哪有这么没脑子的人啊。我要听这首歌，我好想听。没有遇过奇怪的人，我遇过奇怪的人，不是遇过，我没有遇过，可是我知道有这种奇怪的人。哎，你这雅布基纳口，我就是跟你说我不发，你自己也不会点进去人家的 IG 好不好？你就自己，对啊，你就自己去发掘一些漂亮的妹子好不好？不用就每次我发你就说，哎呀，蕾姐好像很正哦。然后我发佳丽，你就说，哎，佳丽很正哦。然后当我在发秀的时候，是啊，好正哦。然后再发其他人的时候，你就说，啊，其他人也很正呢。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，你自己去搜寻一下好不好？搜寻一下。AKB48TP 其实很多很可爱的妹子好不好，包括孟辰，包括 Annie 柏林，还有彩姐， OK。 好，赶快吃晚餐五一。对啊，那些人最怕的就是被无视，你不理他，他就会继续烦你，然后当你理他的时候，他就很爽，他就觉得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影响到你了，其实根本没有。对，他有成为滴滴的潜质。天黑后那天，哎 ，Never Can 唱给我听。给打了勾勾，你就要唱给我听啦。对啊，然后我记得好像谁有说过，觉得平涵很像他的初恋，然后在那边一直在哀哀叫。你知道哀哀叫的意思吗？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像，哎呀，我怎么办？就是这种。我都笑死了，真的是 FF too much, OK? 我就是觉得我忘记想说什么。哀哀叫 FF 就是幻想，我们香港很常用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如果有时候得不到一个东西，其实真的没事，因为你得不到也没有缺少 ，OK？ 大把都亚木克西尔。哦，啊，不是初恋，是暗恋对象，所以下一次那个 K
凯婷老师来看我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说啊，怎样你的暗恋对象怎样啊，你还好吗，你的脑袋还你还在爱爱叫吗，这样子。也是啊，我懂 Neverkey。 Neverkey 不要逃避我的要求，唱给我听，笑死，舞台 solo， OK solo。 你下次看到凯婷老师，你们看到他来我直播，记得要说请问你爱叫完了吗，请问你爱叫完你的暗恋对象了吗，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我是不是很坏？对，我很喜欢唱粉丝，可是我的粉丝很喜欢，也很喜欢被我唱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这是一个粉丝福利。FF 玩结束，你不能打这个玩游戏的玩，你们要打完结的玩。对啊，你是爱完了没？对，可以。母胎 solo， 爱爱叫的广东话是哎哎叫。你们是抖 M， 我要说在座各位都是抖 M，OK？、Okay? 爱叫完了没 ？FF 完了没？对，你们还可以说 Don't FF too much， 不要幻想太多。对，口语就叫出，请问。海婷老师你叫完出未啊？对，哇哇，牧羊犬。I will be worried when I'm gone. Oh, I've been waiting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. 我唔系话你，我在各位都系垃圾。这句话，这个是一个梗。这是一个梗，地图炮开起来，不要先撤，阿华你撤不掉的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想要按那个叉叉的时候，你没办法撤，因为它出现错误了，所以你没办法离开这个直播间。大师兄，对，没错。买，那我抓抓各位都还垃圾。阿华炮。阿华的是追击炮，所以那个炮会对着阿华追击，你是逃不掉的。Thank you， 好痒，抓痒，还抓痒。When I'm gone, oh, be waiting where you always were alone。想感觉这块平面平面的地图，在这段在眼边。哎呀，真系变成粉丝。虾子也会汪汪叫，虾虾叫，虾虾啊虾虾。就是我不会那么容易因为黑粉难过，可是我会因为别的事情难过，像上一次直播一样要求。明天就可以看 reset 了，我希望我明天的表现可以好好的，就是不要那么多错误，就是你懂吗？不是说错误，就是说很状态不好你之类的，状态不好撤退。 On and on Will you be worried when I'm gone Will you be waiting where you always
虾虾，滑虾虾，恭喜一个月，一个月怎么了？他是有小孩是不是？哦，是有小孩是不是？为什么恭喜他一个月？笑死，起笑嘞，起笑。啥耶？调整一下。啊，我是有小孩，一个月快乐啊、哦！什么东西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一个月？生什么虾蛋？虾卵？啼笑。Are you be waiting for so long? Will you be worried when I don't want me long?梦里看风起了，静听候了歌谣，无罪。时间擦身走了，目送初春合照。嗨，家仔来了，家仔 ，hello。谢谢盖仔的玫瑰，盖仔也是不会很，就是不会受别人影响，你懂吗？这种粉丝才值得疼，像那种滴滴都可以先走开，像那种谁国书那种先走开。啊，你看五一也不会被别人影响，周也不太会，颁奖也不会。切尔也不会，曼全不会，阿华不是。阿哲也不会，对，你看，有些都就是找到他们的幸福的粉丝，就是先中离一下，对，中离一下，视线。I'm watching you. 国师是二界。对，有一些粉丝像，就是找到，对，哎，啊，想起谁，贤仔，加推不错。小叶不会走，冠为风仔，像那谁，就是有找到幸福的就钟离，对，钟离一下，希望就是好好的，我也感到开心 ，OK。啊哈。怎么了晚上谁明天会来啊，你们可以举个手吗，就是让我知道一下，然后来打个 call 就好了。乘着温暖的风，今年之后大阔绝地破，愿以后才中斗。嗨阿龟，嗯，好，哎呦，我看到你们说会去的，会去看公演的，我都好开心，耶耶耶！好，来不及赶到。哦，好像平日就是这种时间的场有点难去，是不是？这有点难去参加活动。好痒哦，这里很痛哎，为什么？就是山顶，好像蛮多人都在山顶。哦，这里干什么？搞什么？干嘛？搞什么东西？你们看到吗？能看到这个吗？那什么啊？你帮我看好不好？我帮我看，我没有镜子啊。对对对对，
是淤青吗？是淤青吧？那什么？有看到吗？淤青，这淤青。这蛮大片的，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哎。可是我睡觉的时候自己打到自己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是大概昨天。昨天跟今天的时候也觉得蛮痛的，可是昨天的时候开始有点痛，可能是不是不是，查一下啊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不是吧？会不会是因为，就是我觉得很，不是气，我没有打气的，这可能是我这几天都觉得好像被蚊子叮，然后觉得很痒，然后就拍它，拍到淤青，对，奇妙，再欣赏一下，我拍个照，对对对对。自己打自己，会不会明天也会有那个、啊？就是有这个，我拍一下，你们看我拍喽，一二三，哎，对不是，我要开闪自动闪光，二三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可是我觉得不明显，毕竟这个位置应该看不到吧？不是被枪打到，不是，绝对不是，那天完全没有被打到。那是我自己打的，但反正明天看不到他，明天的衣服都。罗法给啊给啦。好远呢、欸！你知道镜子多远吗？在那边，烦死好了，我去拿啦，很闲。你看亚布克那个，我根本就不是推我的，好不好？那边你呛我呛屁呛，你呛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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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哼！气死啊！啊，那你俩呗。就算我这样子照，我还是看不到，好不好？我这样子我怎么看？我眼睛这样子，这样子怎么看？妖叔，他说我怎么看？生气什么啊？生气什么？这是生气我不拿镜子，对不对？我枪子打到我的下面，没有打到我的下巴，妖叔，你们要不要就是？把那个片段就是截起来，我觉得蛮好笑的，就是很有效果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觉得很好笑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分享一下，那放到你们的 IG 里面，就可以看到小弟这个人是多坑多白痴 ，OK？ 好像有点怪怪，笑死！对啊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我觉得很好笑，我觉得很有效果。婉雄等你了，婉雄是剪片高手。剪片高手，我也 repeat 很多次。哦，不是，那个是真的是不小心打到，可以放啊，我这是很想要大家放，懂吗？就是我觉得很好笑，为什么没有人知道那个那么好笑？怎么就是很坑耶？
好，我先念一下排名哦。我明天还要 reset， 在我晚上就要好好睡觉，还有练习复习一下动作，不然我会忘动作，很怕，不想忘动作。噔噔噔噔，好，我已经忘记独蜘蛛那个噔噔噔噔噔。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，我已经忘记了，我等一下要去复习了，还跟你们聊天，喉咙痛还要跟你们聊天，哼，没有啦，我开玩笑了。好，你们加油，明天见，耶，迷茫的一秒间，快要叹气一秒间，抬头望过，好了。哎，不要！我等一下赶快去看那个影片，我怕大家是这样子呢。我说，哦，我说，哇，我死定了。独蜘蛛很好看，没错。我念排名喽。春天蜜蜂。第二十名是宽宽，谢谢宽宽。第十九名的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第十八名的是小风仔，谢谢风仔。第十七名是 Kate， 谢谢 Kate。第十六名是冠伟，谢谢冠伟。第十五名是社长，是社长。第十四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第十三名是邦伟，谢谢邦伟。第十二名是凡，谢谢凡。第十一名是果树，谢谢果树。第十名是班长，谢谢班长。第九名是贤仔，谢谢贤仔。第八名是企鹅，谢谢企鹅。第七名是小多啦，谢谢小多啦。第六名是夜风明月，谢谢夜风明月。第五名是勇哥，谢谢勇哥。第四名是圆滚滚，谢谢圆滚滚。第三名是五一，谢谢五一，吃完真的五一。第二名是周，谢谢周。第一名是小勋，谢谢小勋，谢谢大家，明天加油，我等一下再复习。然后就是还是我现在先确认一下，不然我等一下我怕我会忘记。抬头望过，我再找一下那个毒蜘蛛的那个向下头到底是怎么呢？一个猫，危险危险，斗鸡猪。还是蛮期待 Neverlucky 的 cover 影片 ，OK？ 对我，这样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发现我手机要没有储存空间了。又卡了，我不知道哎。OK， 我关喽。噔噔噔噔。往前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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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。往前，往前哦！你们给我注意看，往前 ，OK， 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往前，直直直直，呼，哇，这样，好。